My Crac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来继续看我这个老男人玩 Minecraft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这是 Minecraft 的第五集了。OK， 那么在上一集我们来到了这个村子，我抱着一股希望可以找到那个马鞍的，结果呢是没有的。我找完了整个村子都没有我要的马鞍，我不能骑马，我要回家去了，因为我来这里的意义已经没有了。那么在我回家之前呢，先让我偷一些他的东西。可以，火把可以偷的吗？火把是可以偷的，可以偷的。 OK， 火把有用啊，我要偷回去。那在这一集呢，我有很多的计划。首先我要回到家，我要做出全身的铁装甲啊。有一位观众告诉我，盾牌是很有用的东西，可以拿来挡箭，这个我必须做出来。那等我做了全身的装备出来呢，我要去那个地下城那边冒险了。上一集我有找到了那个地下城，但是我没有胆子下去那边探索了，因为我的装备太烂了。那为什么我要去地下城那边探索呢？因为我看了网上的一些信息，他们说呢，在那个地下城里面会有宝箱，宝箱里面可能就会有马鞍的，甚至呢在地下城那边会找到那个红石头吧。我想做多一样东西，那个东西就是指南针，这也是我最近在网上看到的。指南针可以让我知道怎样回家。就我发现有指南针这个东西之后呢，我就已经决定了，我必须得到那个东西。现在我要找到回家的路线，我可能现在已经都走错路了。我来到很远了呀，我相信应该是在这个方向。你们知道吗？如果我能看到那个樱花树，我就知道回家的路了。记得我是看到樱花树那之后才来到这个地方的，所以我必须找到樱花树。哎，蜜蜂哎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的。蜜蜂会掉什么东西吗？它什么都没有掉哎，这太可惜了吧！我以为它还掉一个蜜糖什么的。糟糕了呀，又要天黑了。这看来我回家没有那么容易啊。如果天黑的话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就是躲在洞里面呢，挖个洞然后躲在里面的，我不会冒险了。直到我回到家为止，我是不会死的。我要把我身上的东西带回去家。那已经天黑了，我想好了，我还是躲起来睡个觉先，反正我身上有带到一张床，睡个觉，然后早上我继续的回家，这样我肯定不会死了。这里看起来好陌生哦。首先这一个方向肯定是不对了，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没有见到这么高的山了，不是这样的山路来的。如果这个方向是错的，我可能要走这边了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跳下去。哎，我想跟你们说啊，在水里面我觉得蛮恐怖一下的，就好像会出现什么刺人的东西这样。在我回家之前，让我挖多一点煤炭，煤炭超有用的，我可以做出大量的火把，然后去地下城冒险了。那有一位观众告诉我呢，可以拿原木去烧成木炭，然后木炭跟煤炭的作用是一样的，这个事情让我蛮吃惊一下的。等我回到家，我一定要试试看。我记得是在这里的。这找回家的路真的不容易啊，各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说嘛，我要做出那个指南针，因为好难哦，这样找回家的路。诶，我来错地方了吧？这个是另一个村子吗？还是我自己蒙掉了？What？ 哎，这个是另一个村子哎。
我没有搞错吧？OK， 那么你们都知道的，反正都找到另一个村子了，我必须看看他们有没有躲着我要的马鞍。让我找一下，这是什么来着？高炉，这个高炉我可以拆回去吗？拆回去。哎呦，哎呦，他看到了。你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不要逼我。你什么都没看见，关门一下。你什么都没看见，给我那个高炉，我的东西满了。哎呦，我的东西好满啊，扔掉它，扔掉它，这些没用的。OK， 我拿到了他的高炉，不错啊。这些火把我也拿回去。我感觉自己走错路了呀，我怎么可能回家的路上又找到另一个村子呢？我感觉我回不到家了。我有点想念我的农场了。你们知道我在我的农场花了多少的时间才做出来吗？我花了多少心血在我的鸡牛羊上吗？我要回家，各位。在那之前，让我挖多一点煤炭先。你是小孩子吗 ？Oh my god， 村民也会生小孩子的哦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的呢。哎，你好啊，小孩子。你要吃猪扒吗？他不要我，他不要我的猪扒。小孩子不吃猪扒的吗？你爸爸怎样教你的？那我相信这个村子也是没有我要的东西了，我还是得继续找回家的路了。那个是什么来的？我看到那边有一座好像塔这样的东西耶。Oh my god， 这就让我确定了，我离家的确是越来越远了。这都是我从家来的时候没看见的东西啊 ！Oh my god！ 哦，哦，这是他们的营地啊！这些坏人啊！之前他们杀死我的，我现在不能靠近了。现在我的装备太烂了，等我做出了那个盾牌还有装甲，我以后肯定来找他们的。我想念我的小棉，我的小蠢，还有我的鸡鸡们了。我爱我的农场，你们知道吗？可是我却回不到家。这是什么来的 ？Oh no， 小兔子！哇，给我你的生命！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兔子的。Oh my god，what the fuck？ 我可以杀它的嘛？它们跳得那么快的。Oh my god， 哦，我杀掉它了，又要度过一天了。我在这外面都已经度过多少天了，我还没有回到家。我的家，你在哪里呀？没办法了，让我挖个土睡觉。我回不去了呀，我是真的彻底迷失了，我越走越远了。看来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应该是回不了家了。我不会放弃的，我必须找到我的家。我的鸡和羊还有牛都要饿死了呀。经过了多少天了，我依然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在这个大雨天，我的动物们肯定很想我了。他们一定很害怕，主人去哪里了？真是对不起，我真是对不起你们。作为你们农场的主人，我竟然回不到家。我对不起我的动物，我对不起所有人。OK， 那么我再次回来这一边了。现在让我想起来，我是从这一边过来的。我还记得上一次是我第一次跳进去水里面嘛。 OK， 我是从这一边跳过来，来到这一边，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村子的，所以回家的路应该是这一个方向的，不是那一边，是这一边。看来我走对路了，这个树木就已经证明了我曾经是来过这里的。 OK，我感觉我慢慢找到回家的路了。
我看到了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对面有那一棵樱花树，那就是我家的方向了。 OK， 所以我要往这个山洞的方向走，可以了。现在让我跳过一下去先，这里要小心一点。呼，哈哈，我终于看到希望了。我在外面已经度过多少天了，热热夜夜的在外面一直寻找着回家的路，终于找到了吗？终于看到希望了吗？我看到那棵樱花树了，因为樱花树是不常见的嘛，至少在我家附近有樱花树的地方我不觉得有那么多啦。所以为什么我找到樱花树我就知道回家的路了？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那个樱花树应该有我砍过的痕迹的。 OK， 你们看到了吗？是我有砍过的呀，果然来对了，这些樱花树都被砍过了，你们看到了吗？离家不远了，我来到这里我感觉差不多了。我看到了，各位，我终于回到家了，我看到我家的记号了。 Oh my god， 我在外面已经五天了，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，我好高兴啊，你们都不懂现在我有多么的感动啊，我回来了。你们想我了吗？我必须喂饱你们先，你们真乖啊，我想你们了，吃吃吃吃吃。 Oh my god， 吃吃吃吃吃。我可以把我身上的东西全部放进去了，没有白费了呀，就那么辛苦找到的东西全部带回来了，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啊。然后我也偷到了这个切石机还有这个高炉嘛，我就放在这里了，这个切石机我放在这里，然后这个高炉我放在这里。切石机是哪来切石头的吗？我放个石头下去看看会发生什么。可以放这个吗？没有反应的。他要放什么下去的？石头吗？原石。哦，它可以变成楼梯那些的，或者是墙壁。哎，这个不错哎，我让它变成墙壁吧，反正我都没有用到啊。哦，它是直接变成的，不需要等的。哦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这个切石机不错哎。那观众告诉我可以拿那个原木来烧了，这样吗？这样算是在烧吗？哈哈哈，我感觉这个不对耶，这个没有在烧吧？没有在烧啊。可是我又不能放进去这边的，没有反应的。哎，有反应哦，是可以烧的哦。哦，所以的确是可以拿来烧那个原木的哟。哦，这样我就可以有无限的煤炭了吧？因为我可以拿它来一直烧这些木啊。这也太棒了，我以后都不用担心没有煤炭的这个问题了。 OK， 因为可以自己制造出来啊。然后观众也告诉我呢，家里不能太暗的，他们说要放多一点火把，这样怪物就不会出现在我家附近了。哦，盾牌原来只需要一些树木还有一块铁就能做了呀，这么简单的原来。哎，我有盾牌了，呼，我感觉我变强了很多啊，因为我不需要怕那些射箭了。那当然的，我还需要这个装甲嘛。怎么又是你？ Oh my god， 他差一点炸到我的家了。 OK， 那么大家，我准备好了，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我有了这个铁胸甲，虽然我没有全身的装备啦，因为我不够铁。我打算出发了，去地下城冒险，
我首要的目标呢是找到一些铁啦，还有最重要的马鞍，还有的就是那个红石粉，我要找到这三样东西。走吧，这一次我有盾了，我也不怕什么敌人了，我感觉任何敌人过来我都能打得赢。那么我会从这一边开始下去啦。哦，找到一些铁了，已经非常的运气好啊。铁啊，多多都不够啊，我都还没有做回我的铁桶出来啊，因为太不够铁了呀。然后这一次我也聪明了，我带了大量的火把出来，也不用担心不够亮的这个问题了。哎，找到更多的铁了，漂亮。这一次倒是运气蛮好的，一下子就找到铁了。在上一集我下来的时候呢，只是找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没有找到铁。 OK， 我来到这个紫水晶的地方，哎呀我掉下来了。 OK， 我回来了，这里就是地下城了。 OK， 我就是要来这里了，那个就是红石粉了吧，我在上一集已经看到了。 OK， 所以这里我要下去，当然这边是有一些蜘蛛的，但我并不害怕了。 OK， 我感觉我都能打赢的，你们放心。那我要安全的下去，我必须弄那条路出来先。 OK， 对了，这样我就可以下来了，可以下来这边，漂亮，放一个火把。就是你的吧，红石粉，应该就是这个东西了。是不是找到红石粉了？找到红石粉了 ，yes， 一下子我就找到我要的东西了。不过还差一样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那个马鞍。在这个地下城，他们说是会有宝箱的，所以我必须找到宝箱。OK， 那么这边我听到很多蜘蛛的声音，我准备好了。我准备好跟他们对战了。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这个是蜘蛛网吗？哦，这个是线来的。Oh my god， 我需要这个线啊！我真的需要哦，因为这个线可以做很多东西的嘞。我一直都以为只能杀死那个蜘蛛来拿到的仙，原来还可以在这边拿到的哦。看来果然来这个地下城是对了，有好多珍贵的东西哦。哇，我一下子找到大量大量的仙了，这让我好高兴啊。然后这个又是什么来的？ OK， 那个没有掉东西的，不用紧，我还是很开心可以找到这么多的线，我以后可以做出那个弓箭了吧，我要一个不留的全部带回去了。真是谢谢这一些蜘蛛啊，为我生产了这么多的线，我一下子找到57个线了，呼，太令人高兴了呀。那个蓝色的该不会是钻石吧？你们看到了吗？我看到那边有蓝色的矿石，我要过去挖掉它，那个可能是钻石吧。然后这边下去当然要很小心，因为一下子就会跌死。让我放多一点火把。 OK， 这边我要安全的下去，我看我挖着下去吧，这应该是最安全的方法了吧。就这样慢慢的挖下去，让我吃个番薯把那个血给补满。 OK， 这边我应该可以下去了。好的，哦，一下来就来了怪物，来，我有盾了啊，怎么了？我挡，你们打我不过了，来啊，我已经预了要跟你们对战的，来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几厉害了，你们现在。
哈哈哈哈哈，你们阻止不了我了。每一次我给你们杀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我受够了。这个是钻石吗？请告诉我是钻石来的。找到钻石了 ！Oh no，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我原本只是想下来找那个马鞍的，我找到钻石了 ！Yes， 看一下钻石，我可以做钻石的剑嘛？我想要剑呢，我可以做 ！Oh my god！OK， 做出来吧，我不考虑了，我要钻石剑。哦，我有钻石的剑了。哦，现在我感觉自己无敌了，任何的怪物我都不怕了，再强的怪物也好，在我的钻石剑下，你们都得死了，这就是现实。下面还有铁，然后下面有很多的怪物。唯一的东西就是我还没有找到宝箱哦，真的会有宝箱吗？怎么了？你想要尝尝一下我的钻石剑吗？你想要尝一下我的钻石剑吗？来啊！嗯嗯嗯嗯啊！哎呦，小玩意！嗯嗯，哎呀，嗯嗯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末影人，我没有要跟你打，末影人，我没有要跟你打，怎么了？我躲，啊哈，哈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我，哎呀，哎呀，嘿呀，嘿呀，嘿呀，哈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不是很厉害罢了？让我吃个番薯补血，哈。你们真的以为阻止得了我吗？这一次我下来，我有备而来啊！你们是绝对阻止不了我了。OK， 又来了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哦，哦，他们自己打自己人了。Oh my god， 好多怪物、哦！来呀、啊，嗯，吃我的钻石剑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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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了？你们这么多个人还是打我不过吗？这就是实力的差距了。哎呀，OK， 你死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怎么样？还想要打吗 ？OK， 补血补血，吃饱一点我就补血了。哦，我杀了好多怪物啊！喂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要挡着我找东西。这个地下城是我的了，你们阻止不了我的。来呀、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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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、啊！嘿，怎么了？来呀、啊，射我！啊，哎哎，我挡，我砍，然后轮到你了。啊。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哈哈，我无敌了，我现在彻底变无敌了。曾经的我遇到一只怪物我就死掉了，现在的我，我完全变成了一个魔物猎人了。让我放多一点火把在这个地方，以后我下来就不会有怪物了吧 ？Oh my god， 你又来了，来呀、啊！哦，那个爆炸的危险啊 ！OK， 嘿呀，哈哈哈哈，没有几厉害了。这个盾牌实在是太好用了呀，因为那些射箭的怪物对我来说基本上是没有威胁了。来呀、啊，哎呦，嘿呀，哈哈哈哈，怎么了？哦，钻石，我找到钻石，这个钻石都是我的了。谁要来阻止我的？给我那个钻石 ，yes，
找到钻石了，我找到钻石了，扔掉这个紫水晶，我不要紫水晶，我要钻石。OK， 然后还有什么可以扔的？我扔掉这个石头。OK， 给我那个钻石。哦，好多钻石啊！啊哈！你妈妈的，你又要打架是吗？来，来这边，呀！挡着我呢，我死不了的。我准备了好多的食物啊，就是为了下来这边冒险啊，有备而来，啥都不怕。我挖到了多少个？七个钻石哦！我已经开心到无法形容我的心情了。让我做出那个钻石的稿纸来，就是这个了。Oh my god！ 以后我挖矿超快了吧？耶、yeah! ！Oh my god！ 我好感动啊！虽然我还没有找到马鞍啦，但是我好感动啊！我一下子有了钻石的剑，还有钻石的稿纸了。呜！太让人高兴了 ！Oh my god！ 又是你吗？爆炸的，过来啊！嗯，啊，怎么了？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来，是我。嗯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垃圾！又是钻石，好多钻石 ！Yes。Yes! Oh my god! 我又找到钻石了呀！妈妈，我找到钻石了，我要发财了呀！哦，钻石，我看到你了，在水里面哦，我差点没看到。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那个钻石啊！我有八个钻石了，我又可以做更多的工具了。哇 ，OK， 然后这边有一些红石，这个也是需要的。我要那个红石粉，我相信红石粉是很珍贵的东西啊，特别是要做那个指南针嘛。哦，那边还有钻石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给我那个钻石。我是不可能放过任何的钻石的，各位。我相信每一个玩家都不会放过任何的钻石吧，对不对？哪里有哪个傻蛋会放过钻石的？给我那个钻石 ，yes， 相信应该没有了。可是这里不是地下城呢，所以我找不到宝箱。现在我也可以做这个弓箭出来了，不过我相信弓箭的杀伤力跟我钻石箭对比的话呢，应该差很远吧。我也不会去用弓箭啊，我觉得。嗯，你又是什么玩意啊？这是我没看过的怪物嘞！你好啊，我劝你最好不要打我啊！诶，他没有攻击我，他在做什么？他在喝水吗？你那么口渴吗？他在喝水耶！你是水鬼吗？为什么一直喝水的？我要攻击他吗？我觉得他是不可能打得过我的啦。啪！怎么了？诶，我打他，他也不打我的。那我算了啦，我不攻击你了啦。你看起来是蛮友好一下的。我发现在水里面挖矿比较慢一点的哦，挖得好慢啊，在水里面。那我相信我该时候上回去了，因为这里是不可能有宝箱的了。我也找到了钻石，这让我已经很高兴了。水鬼先生，我要离开了哟，你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慢慢喝水吧，我要走了哟，再见了，希望下一次我下来还能看见你吧。诶，这边有路诶，难道这前面就是地下城？不要挡着我的路。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？Oh my god， 又是你啊！走开，滚开，爆炸！哎，这边下面为什么那么多怪物的 ？OK，
我原本打算回家了的，可是我看到这边前面好像有什么。Oh my god， 炸到我了呀 ！OK， 不管这前面有什么，我都要去看看了。我看到这边有路哦，哈哈，你没有炸到我啊，蠢蛋。然后这边也有一些铁，这条路到底是去哪里的？难道这里就是地下城 ？Oh my god， 蜘蛛，嘿，哇，喂，我打哇，哇，不要！你以为我怕你们？嘿呀，嘿呀，不要，不要，嘿呀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喂，那么多蜘蛛，嘿呀嘿呀嘿呀，哇！为什么那么多蜘蛛在这里呢？哈，你们在躲着什么东西？嘿，嘿呀嘿呀，哦，宝箱啊！伏魔术，这个是什么来的？我不知道哎，伏魔术是什么 ？Oh my god， 还有一些火药。就是这一种宝箱了吧，这种宝箱就会可能有那个马鞍了吧。 OK， 让我扔掉一些泥土，我不要这些没用的东西，然后这些铁石头的工具扔掉，然后让我吃一些肉补血。 OK， 拿走它的线，它还有一些西瓜种子哦，甜菜种子，金苹果，还有什么音乐唱片 ？Oh my god， 这些东西全部拿回去，除了这个腐肉以外，这个又是什么？命名牌。OK， 这个应该是给那个猫猫狗狗用的吧？就是给他们放名字，对吧？这个我以后可能会给那个马了，我的马就会正式的有名字了吧？然后它还有一些唱片呢、啊，为什么那么多唱片呢？我都拿不了啊，那么多东西。OK， 让我再探索多一下，这边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哎，又有一些红石。哇，这一次下来真的找到了好多好多珍贵的东西啊！除了马鞍以外，这边下面已经没路了呀。这样看来，我应该是可以走了。然后这个又是什么来的？这个金色的，这是黄金吗？扔掉这个木板。哦，黄金啊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黄金的，我连钻石都找到了，反而没有看过黄金，多么的讽刺啊！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这一次的收获超级大，真的不是开玩笑。我捡到了九个钻石，还有金苹果，还有七个出金，还有一些唱片，还有大量的线，大量的红石粉，然后出铁也找到24个啦，火药，还有这个附魔书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来的这个。谁可以在评论下告诉我这个什么来的？什么是附魔术？要来干嘛的 ？OK， 那么我已经可以做出指南针了。Yes， 这让我太开心了，我以后都不会迷路了。指南针的作用是让我回家的。我有在网上做了一些功课的嘛，我可不想一直迷路回不到家。好的，那么这个麦克的第五集就到这了。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找到马鞍呢，是蛮可惜一下的。可是相反的，我找到了大量的线，大量的钻石，不是大量啦，我至少也把那个剑和镐子做出来了嘛。好的，那么这个影片就到这了。能不能帮我庆祝一下我第一次找到钻石呢？25个赞，我们做得到吗？25个赞。好的，那么记得大大力的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不要再等了啦，大大力的点下去吧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，25个赞，拜拜。